Hey girls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It's Victoria.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，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有关于如何清洁你的化妆蛋的视频。这里我们需要用到的就是这个大创的洗剂，然后呢，就像洗洁精那样撒在美妆蛋上面，然后用冲水使它起到泡沫，当然要捏一捏，让这些泡沫进入到美妆蛋里面。Tomorrow， 等到第二天呢，这个颜色就变成这样了。然后我会把里面的脏水呢先全部都挤出来，然后倒掉，把这个容器先洗干净，因为容器不洗干净看不清它到底水清没清嘛。然后接下来的过程呢，就是一个疯狂的揉搓挤压的过程了。那这里呢，给大家普及一个美妆蛋的知识。这个美妆蛋呢，又叫 Beauty Blender。那么呢，你要选择的是非乳胶型的水滴或者任何形状的美妆蛋，因为你要知道乳胶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好。为什么不好呢？我不知道，然后去查一下。